因为在这事前，显志都没有跟其他人提过，所以在今天中午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惊讶。那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还是希望说显志还可以再思考一下哦。那毕竟因为他接任党主席之后，其实也蛮困难的哦。那一路走到这边，其实有一些对话也已经都开启了哦，那也正在努力当中，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来，在这个位置上面继续努力，把这个对话把它完成，那也把这个2020的选战把它打完。那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时程跟阶段，所以在这时间点他的一个辞退哦，其实我是比较不愿意去接受啦，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他能够再思量一下。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哦，因为其实长佐也才退党不久哦，那显志他很显然的是面临到一些困难，但是我还是要讲哦，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显志在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能够跟党内的同志在一起来做更多的一些讨论，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他。那当然他在这时间点一定是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面临到什么压力我也不太清楚哦。那我也希望说他如果有任何压力也能够跟大家来说明，然后我们一起来找这个解决的一个方法。我目前还没有思考到这里哦，但是我想时代力量要下一步要怎么走，我想都是以这个国家好为最大的一个前提，在台湾利益优先的一个情况底下来做下一步的一个思考，所以在这阶段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哦。但是我想，因为这明天可能在决策会议里面就会提出来讨论哦。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呼吁党内的一个同志哦，要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来思考所有接下来面临到的问题。我想在决策委员会里面的任何人其实都是可以被考虑的人选，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出来的这样的人有没有意愿因为目前的这个决策委员总共有15席那就我所知目前没有听到有谁特别有表达说他有这样的意愿，那当然因为明天就要讨论了可能这几个小时里面可能也会有人陆续表态啦那当然我觉得要尊重就是决策委员个人的一个意愿为主。照目前时代力量的这个机制来讲，必须是决策委员才有办法来竞选党主席哦，所以目前国昌他不是决策委员，所以他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这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代替显志来回答哦，因为这个地下主席是外界他的一个有一些人的认知啦那在实务上面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要跟显志来做一个求证。那当然我不认为啦，因为在时代力量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哦，所以其实我认为说其实应该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说内部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可能才是造成显志压力的一大主因吧。